东西还是可以加上去。如果它的框架是不对的，或者框架是有大缺陷的，那么这个就必须要修正。漂亮，哇，哦，漂亮，哇，好球，漂亮，哦，漂亮，好，哦，还有机会，啊，漂亮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最后是许昕拿到了非常关键的一分，关键是这一分啊持续的时间长，太漂亮了，打出了令现场观众都起立鼓掌的这个节奏，应该讲至少我在这个靠十年当中没有看到过这一球，是